Looking further ahead into Sunday and Monday, Paris and indeed London starting to warm up. 我在冒险最开心的一天，就是当我打开电视，看到 BBC 电视台正在播放武汉组长精心制作的产业推广影片。In Taiwan, our computer show Computex been organized by Tytra for 37 years,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CT.To IoT application. 冒险的工作，因为有愿景，所以充满挑战性。我们陪着厂商们到海外去拓展市场，有时凌晨三点就要起来赶飞机，偶尔要通宵监督装潢进度。但是再累再辛苦，只要看到贵宾们的笑容，以及听到厂商们的肯定，就觉得这一切都非常值得。太聪明 to be like a family. 我们很荣幸在应该是两年多以前冒险的一个经历，还有到东京去，那个时候的产品就是现在的这个职涯的导航，结果认识了一个在日本最大的一个经销商。经过了这两年的奋斗，他们这个经销商终于就变成我们的代理商。目前就是也买了我们，然后我们开始正式把我们的推展到这么大的市场，算是做的蛮成功的。也非常谢谢冒险有那样一个机会。上次跟泰超去菲律宾啊，带我们去参展，然后呢，我们在参展当中已经有一家医院的，他是自己那个 owner。然后他跟他的 friend 就是在我们展完之后呢，就约好时间就跟我们一起回台湾，然后他就到我们公司来看，他们总共来了三个人，所以最大的成果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医院有八家他可以直接进口我们的产品去。那我其实当初在展场跟他讲说，我们的产品要$100万以上，那因为我不确定他的诚意，他说他没有被$100万给吓到，所以他还是飞来台湾亲自看一看这样。Open up your plans.